看你们现在老年人出来，如果看个病啥的话，是不是特别特别贵啊？目前还能承受得起，是吗？嗯，不贵，我们儿女都孝顺，大病小情都抢着给我拿钱。哦，嗯，现在啊，生活好了，又有医保了，如果不得什么大病啊，花不上几个钱儿，是吗？那都能承受起哈。嗯，对。那你要都能承受起的话，能不能别他妈跟我蹭耶稣啊？我是找你好还上班的。哎，对了，怎么想起来约我在这儿吃饭啊？你来过这儿啊？嗯，我以前当娱记蹲点拍明星的时候经常来，但是东西还是很地道的。以前我想吃的时候，我就直接飞去日本，反正价格也不贵。你那机票都是免费的呀？哎，你那一碗米饭怎么把你给吃哭了呢？哭了。因为以前在家的时候呢，天天都是吃的那个味道的米饭，突然又吃到，就感觉特别的感动。唉，这种在北京飘着的日子呀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。管那么多呢，先吃顿好的。老板，欧美恰斯基，下给恰斯基，哈拉狗恰斯基。等等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场面特别的眼熟啊？深夜食堂。茶泡饭三姐妹，哎，那三个人干啥的？没人要的半老徐娘，最后怎么着了？掰了。刀子，这是张三，嗨。这是现场去现请安玉。之一小教，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张三，嗨。别抹太多后庭。见了吧，小，别咳嗽。
这是抹茶馒头，请慢运。这是今天的重头美戏，请慢运。啊，可是我今天已经吃过了。张三，嗨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别，我吃。好了，不疼吧？知一，谢谢你为了哄我开心做这么多，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大米饭。呀，为了这样好吃的米饭，花多少钱你都愿意吗？如果是你天天都可以为我做，就算是500块钱一碗，我都愿意。张三，哇，我们成功了！停停了，停停了，行了，说人话，说人话，说人话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就这一碗米饭就卖50，你别说50了，就55，你要整个日本锅真整这玩意儿，肯定得。你想一天卖10碗的话，就是500块钱；100碗的话，就是好多钱。哎呀妈呀，我都不敢想。不是，眼下当务之急还是得整个日本锅，大蒸锅还不是常事。咱先对付对付，是吧？嗯嗯，饿没？饿了，饿了，饿了，我们就眯起眯起。欲学何意啊？反正这个舞蹈肯定是不行，太难了。但总得学点什么哈，要不然老来您这儿被怀疑了。言之有理。学什么呢？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说乎？乐乎，乐乎。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